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。哈哈，小幸运。嗯，我脚踩到那个杯子，然后杯子特别小，踩就倒了，我受伤了，疼死我了！什么鬼啊，这些东西，什么鬼啊？这个杯子怎么在这啊？哪去了？啊？它躲到后面去了。嗨，道哥，躲后面去，放在这。气死我了，好疼哦！啊，疼死了！对呀，我在家，在家，在家，真的是时候再补老花镜了。我南方的四季如春，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，我要忘了你的眼睛，求几声做不完一场梦，他不再和谁谈论相逢。老花镜是吗？这是老花镜啊，好看吗？我快到二十了，今年五月七号就是二十岁。开个玩笑嘛，讨厌，近视镜。啊，今年啊五月七我就二十了，突然有一点就是惆怅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快就老了。五月七号，嗯，年轻吗？觉得已经老了，现在已经开始拼命的想要保养自己了啊，已经老了。啊，三十多怎么保养？不是，我说我是熬夜熬的，熬夜熬的有点老了。我觉得女生要自己可以养活自己，然后以后结婚的话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结婚。结婚以后，看照顾自己的老公，照顾公婆，然后要生小孩，照顾小孩，嗯，就没有自己的人生了。现在很多结婚的，对啊，像很多结婚的女生都没有什么幸福，都没有幸福。痛并快乐着，但是也痛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只剩快乐呀。所以说，不要那么快乐就结婚，现在才二十，人生刚开始，要努力，要奋斗。如果结婚生小孩不是
就是散类和重要的区别，这边散的没啥风格，那带一下节奏这边不好打。我去换一个，我去换一下，我去换一个经脉，小姐，等一会儿。换个经脉。嗯，我不换移动速度，我就换一个靠谱一点的经脉。万古蛇毒尽出，何人可挡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十二点了，我操！转眼十二点。我已经签到一下了，可以签到了是吧？别忘邀我换金麦子，老邀我干嘛？我签到一下。嗯，真上路是三个，这边好像旁边这个小伙伴是要搞高一发的感觉，挺插眼是吗？我也觉得。哦，真是有点痛啊！压死我。我靠，我这个好脆！哇，这个李烈打的好痛，再射一下，没射住。但是我没看清楚这个大刀是什么用，这大刀好像也没打到人家多少血。杀人如麻！真是，看到我残血就想过来打我。我残血，姐姐是好欺负的吗？这不是揍的连自己人是谁都不知道。而且这个，哎，这个扇子我还是挺喜欢玩的，这个女的，虽然说很脆。然后我不明白这大招到底是什么。后面这大招是什么意思？嗯，我这爷爷好痛啊！这是 AD 吧？这么痛！会跑！呀，他秒了我们这边一个。想知道我应该刚用轻功飞走的，这轻功就好奇怪，这个轻功只能用一次，势不可挡。想说你按了这个轻功这个。